再来是来自体坛的好消息，代表我国前往哥伦比亚参加世界运动会的精美女中拔河队，今天凌晨拿下540公斤组的金牌。精美女中拔河队今天凌晨在决赛中，先后以2-0击败南非还有荷兰，摘下金牌。加上预赛5场全胜，接连击败了荷兰、瑞士、大陆、德国还有南非，所以本届世运会呢，中华拔河队以全胜战绩摘下金牌。而女将苦练付出，也在拿下金牌那一刻得到最完美的回报。